做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其实在像比方说创新者这首歌，其中有很多 rap 的部分，然后有像我啊子毅啊，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离不开里面还有小鬼 freestyle 嘛，现场在录音棚里面，对，其实是我们三个在录音棚里面，然后去搞 flow， 因为那段是一大段，然后它要分三段，然后我们三个是在里面互相穿插，先 freestyle， 然后在里面就慢慢出来。对，我们会用自己的一些方式和自己的一些经验，把一些空缺的地方用一些方式去填上，这样子。MV 其实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 MV 是有剧情的。对。大家可以去。丢了，我们找。谁看一下？不丢，然后我是你们中间那个帮你们互找的那个人。Justin 是另外一个时空的，对，我也在找，对，我找的是你们，还看你们照，因为九个人，他多了一个人，他只能四到四，然后还一个人丢出来了。你看，反正就是坤带着我跟董董去寻找你们的足迹呗。差不了多，总之就是互找。我一上来就出现了。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不要去。不要提了，咱这剧情到底是啥的？我们现在是开玩笑，我们现在是开玩笑。谁？可是真的剧情要去。哎，真的，真正的剧情不要讲，不要真的透露出来，然后让大家去用眼睛去感受，然后后来一定会有一个形式。对，但终究找。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角色在这个 MV 里面，然后。脚本的话暂时就先不透露，我有点像那种蹭你车的那种。哎，我蹭的比较前面。你蹭的，你直接坐车头，我直接坐车尾。其实去了那边吃的东西其实我非常喜欢，那以前就是对泡菜，以前可能还小，所以觉得泡菜可能味道比较重啊，现在也不大。对对对，现在可能就1.8岁这样，然后没有了，反正就是对韩国的食物有新的认识。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烤肉，烤肉。我去了韩国10天，我大概吃了11天烤肉。啊？去10天吃了11天？没长肉？没长肉？有了，其实有啊。什么？多出来一天吃？多出来一天吃吗？对啊，7天是吧？他先破了梗。哦，没事。长进对韩国的食物有很多小说。你不是有很多什么姜粉啊，还是什么什么？你可以讲啊。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对食物比较没挑，然后我其实我对美食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诱惑的，就是纯粹就是想说填饱肚子就可以了。骗人！骗人！哇，撒谎不眨眼！我抽一口气。我个人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我喜欢吃豆腐汤，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啊？海鲜豆腐汤要泡饭，豆腐大酱汤，要泡饭，要泡饭吃，要泡饭吃，很懂对。就是那个氛围，大概就像现在这样，这录三天，就是、活跃是吧？还有我们就玩，主要都是在摄影棚里面玩，就是基本上是。你们有去买衣服吗？其实在韩国我们组了一个三剑客，健身的健就是、哎、我长那小鬼，我们去韩国到出韩国，看出来你有健身，你体格也变壮，小鬼真有变，但长进。你见哪里了？他真的有变化，长进是，我能说长进真的吃饭，他跟我说他9点有瘦，去健身。然后我们那时候大概吃到了9:10的时候，他跟我生气了，他说我没有生气、okay, 没有生气，就是有点不开心，他说我现在一定要回去健身，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回去健身，我说健身就是我的命，我不吃饭了，我现在一定要回去健身。真的，我们真的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每天不管训练多辛苦我们都要去健身，而且健到10:40他关门那一刻。 有一次就是拍 ND 的时候拍到一半，就是我们回去健身又跑回来。回酒店健身。对，你知道当时真的就我们只有我跟陈当时的，你不知道谁在拍，然后我跟陈晨一醒以后，
你们是一个人的吗？我问一下工作人员说他们回酒店。对，我们坐了一个小时车回去健身，专门健身，健了一个小时，又坐一个小时车回来，就专门要健身。然后还没到你们，差不多了。OK。是不是很闲？你是不是很闲？不好意思，很有料啊，不好意思，对吧？不好意思。我觉得吧，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和就是一些行动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够在一起，然后。我觉得他们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没有离开我们和给我们一直的陪伴，嗯，然后跟着我们一块成长了，就是大家都在一块成长，然后粉丝，我们的粉丝跟我们 9% 对，大家都在成长，都在慢慢变老。没有就提到你刚刚有提到一些公益的一些证书，其实我觉得他们都真的内心真的很善良，我也很开心我们 9% 可以把这个正向以及做爱心善心这个东西去传播给我们的 Nice 们，对，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关心以及帮助真正需要的人，对，我觉得这是非常棒。哎，下次记得不要再用我们的名字，用你们自己的名字，就是接受你们这一份伟大的爱心。对。有啊，九趴，9%，百分九啊，就是百分九趴。想说留着下次说，还能多个问题。好。谁在群里比较活跃？哦，跟Justin最活跃。Justin，你觉得没事就对着那种海报，然后再看到我们啊，对，讲一个，我昨天讲一个，天自拍，自拍一个，我昨天哇 ，Stanley Solo， 好开心，我在见你们，我好开心。然后就发群里，没有人理他，然后自己发上，刚好说，哎，我昨天怎么没有人理我？小鬼吧，不是，小鬼很常说话。彦俊啊，没有，他昨天晚上很皮呢，昨天发那么多。彦俊其实还蛮少的，彦俊小鬼比较安静。我每次都回你们，子毅每次都会回收到。好的，那个群里面发明天几点几点装扮，子毅收到。就我一个人回，你们都不回。就我们人最少出现的，我们都很少出现。经纪人在瞪我们。好，因为这一次我们的专辑名字叫 To the Nice， 那跟酒有关的就是但愿人长久，希望大家能够一直陪伴我们，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好好好，棒棒，队长，妙语妙语妙语。